这盘棋讲解的是申运棋理，2016年的杨冠林杯第八轮，红方王天一，黑方是谢晋。开局是飞象对进七卒，那么红方形成了一个反攻马阵型，黑方就车盯着炮，将来呢有一个想封车的一个想法。那红方出车想抓炮，黑方就闭棋封马，然后呢这个棋啊，他还是要贯彻封车啊。这儿这个棋啊走得比较强硬一点，就弃卒啊，将来上马打车。不是的话是担心对方打过去啊，那么这里先补强中路。到这儿红方长车以后，黑方并没有走这个弃卒的变化，他是啊走了个新炮。这样的话红方还是弃兵啊，弃掉以后这儿是有一个兵三进，那黑方这个棋啊如果贸然去换的话，这里就会被红方杀过来，不换的话，将来人家冲过去啊，上马还要围你的炮，所以这个炮比较危险，就退回去。那红方车守住河口再说，黑方就对一下，双方进行了一个转换。这里的话，红方打过去抢先手。刚才我们说到啊，你本来是弃个卒打车，但是他舍不得这个卒，结果呢这个炮进了又退啊，肯定是先，然后呢红方抢到先手。此时呢，黑方选择上马固守，红方也就上马。这儿你必须得冲啊，他象掉你，看似吃象，他平炮扣住你啊，不舒服。那么这儿啊，看似还有一招棋啊，就是上马，好像这个棋可以破掉你这个防御。其实这个棋啊，你不但没破防，反而会被对方破防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到这儿啊，红方他的招法就是先落象，首先把你车赶走。其次呢，炮打中卒有一个杀招啊，你要电炮的话，它打掉你，打着车啊，你再吃的话，马白丢，所以你只能出去解杀。红方顺势弃炮破象，然后呢破掉你担子炮啊，这个马往里一钻，将来车往过一掉啊，对方就危险了。所以这个棋你车不能点进来，不然这边啊太危险。所以的话到这里啊，对方还是决定先把对方马逼退啊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红方顺势打车，黑方呢这里浑水摸鱼想吃象，红方简单打掉，直接呢马踩中卒，这样一来不但车看住了象，而且还踩着你的车，踩着马，逼着对方去交换。双方进行转换之后呀，这里落士啊，准备铁门栓，对方也是顽强作战啊，最终把炮赶走。接下来这个棋呢，红方退回啊，黑方呢少了一个兵，那么红方这一个对车欺负他，黑方也就选择交换了。换掉之后想吃一个，红方呢又吃回一个，到这儿双方啊都下得很紧凑。最终的话，这个棋黑方过了一个卒，红方守住卧槽也不管你啊，将来这个马往上跳，这里的话兵过河是要围城。那么对于这样个棋的话，黑方进卒要拱炮，附有杀招，红方必须直视，不能大意啊。拱一步之后跳一将，这里呢走了一个平卒啊，这招棋呢是一个骗招。就给你一吃，我回马枪踩你炮，那王天一不上当啊，最终的话把他挡住踩兵，红方平兵。这儿呢，这个棋啊是想找机会围城，那黑方这个棋也是把炮调出来，红方就牵住你的马，这里的话不是把马赶走，然后进老将，这里就盯住他，然后的话出去啊，出去意思是要捉这个士，这儿的话选择直士去打，然后呢甩开。最终的话，红方啊，他是想有一个打兵的计划。那黑方这步回马，似乎给了红方一点机会啊。正常的话应该平卒，结果这个炮过来肯定要威胁。那么这儿黑方其实也可以挡啊，问题不是很大。那么红方这一步平炮将军啊，然后平兵。黑方其实呢上马可以呢有一个踩兵啊踩士这样一个计划，但是黑方没有走出来。他落个象，结果这个棋啊，人家士回来了。那么走到这里的话，感觉来讲啊，对方暂时就没棋了。然后呢，红方这个棋啊，就人多势众啊，简单一个兵破两个士啊，杀进去。那形成这个棋之后，对方由于缺士啊，他就有顾忌。那么接下来这个棋啊，如果正常去踩掉这个兵去防守的话，这边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模式啊，你能不能顶住啊，不好说。所以的话，他不到万不得已啊，不愿意去换这个兵。那么到这儿以后啊，人家啊这里就
准备杀进去了。先把你的卒赶走啊，打马，马一走，将来这个棋先吊杀，这个顿挫走得很好，然后兵下去了。所以你想看看不住呀，到这儿啊，坚守，他现在落象，把阵型调好，然后呢一将下去，看似这个兵就是下不去啊，推炮先吊杀，那对方这个棋啊，面临这个将军吊杀吃卒，他这个卒肯定要丢，索性呢换了个士，最终这个卒一丢之后呀，你想抗衡就比较难了。那么看似好像将军可以进去啊，这儿的话他就再来一将挤住你，接下来这个棋呢，他需要做的就是调整马位啊，调马位呢就是运这个兵，这儿的话这个棋先把对方赶走，然后这个兵过来，准备呢绕道过来，平兵拱马往下钻啊，黑方赶快顶到中路顽强防守，红方这个马往上冲，黑方就先走炮啊，上马固定老将，对方上将不肯，回马准备马后炮，对方在逃，看似这个棋赢起来也不容易啊，红方呢平兵，黑方就退回这儿等一招棋啊，那么你过来牵住你啊，你进去的话这里再来一将，但是这个棋啊也不行，现在红方呢改变作战计划，先进炮，下一步棋再威胁他，到这儿黑方还是坚守，红方这个兵就突破了啊，这兵一下去可能就挡不住了啊，对方进炮，这里来了一将，走这儿之后呀，对方也就认输了啊，因为什么呢，将军你不能垫马，否则兵下去抓死马你就进，那么红方有一招兵入金啊，势不可挡，那么眼看这个棋啊，兵一平啊，这马一跳就赢了，黑方最顽强的招法就是堵住啊，现在兵不能平，但是人家有一招啊，出帅，这个兵六金你挡不住啊，这儿你只能用炮拦，最终还是只来一将啊，上马就杀你了，所以你这里为了啊打兵让开牵住他，这儿人家顺势给你一将，你虽然可以反将，这时候红方进帅啊就不陪你玩了，下一步棋啊双将杀棋，所以西晋泽这里啊不得不认输，网听一获胜。这盘棋讲解是一盘神局，2006年的团体赛第七轮，红方是王琳娜，女子象棋第一人，黑方是陈立春，全国特级大师啊。那么看一下这盘棋 K 和是绝了，开局是中炮，对方走的是三步虎，那红方上马以后，黑方就针对这个马做文章，准备就直接过来吃，招法是非常犀利，红方也是不甘示弱啊，如果稳一点的话飞个象也可行，冲中兵的话他这里啊就希望对方去吃，将来盘头马威胁他，那黑方呢这个棋加中炮，这儿的话准备用炮来打，红方他是不肯的啊，你要打的话可以，我将来有一个兵三金啊，上马踩车这样一个手段不断去利用你，所以对方这个棋车肯定坐不住啊，最重要是子，那黑方不上当，他是要出车吃炮抢先手，红方就先平炮，准备呢冲兵过去，如果你飞皮象的话我车先出来对掉之后呢，你这个棋啊也是稍亏一些，所以黑方呢强行啊就出车，这个棋就放你一个兵过河，然后呢过河车准备威胁你，手段是非常强硬，红方必须得冲啊，黑方现在车二平三没用，因为这个炮是有跟的啊，马看着炮，他硬吃你的马你必须得退，不然你就要失子，临场的话黑方退窝心马，这招棋啊看似委屈啊，其实呢黑方这个子力啊都已经出动，也不怕红方，红方车出的比较慢，他选择退炮，准备呢中路飞个象，黑方现在进七卒准备上马开始了进攻，那红方飞象这也是一个后中先，那这个棋正常思路应该是兵三进，先拱兵啊威胁一下车，看你怎么走吧，那你要退的话先跑牵制你，反正将来要兵三进看怎么下，这路棋啊你退一步他就冲掉，你不管踩掉马还是上马他都可以应对了，这路棋发展下去红方稳吃先手，实战的话到这里红方并没有走一个兵三进投石问路，而是直接上马想强攻，那这个棋啊可能有点着急了，接下来黑方就上马踩炮，红方闪开一步，黑方直接把中兵给打了，那现在你上这个马肯定杀不到对方啊，人家可以呢将来推炮看住啊，所以暂时没用，
我们发现这个出区确实有点慢，所以呢选择兵三进啊，先拱一兵踩着车再说。黑方正常也就吃。接下来这个棋啊，红方先把车拿出来，黑方选择招法是直接换掉。这个棋啊，那正常肯定是要吃掉，因为这个上马之后它有一个卧槽，所以呢红方还得去守。这样发展下去，就是黑方啊局面稍优一些，但是红方在下风之中也可以顽强作战。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红方不淡定了啊，红方认为这有车不吃说不过去啊，所以就贪心想吃一个车，却忽略了你吃车之后啊，对方一推炮潜在的攻势，这样一来的话就造成了这个棋啊受攻，那这是不明智的。红方长车，那意思是你车一将我垫个车给你吃，通过一个弃车解围。但是呢，对方那并没有说给予将军，而是上马准备呢这将军之后踩炮，那很厉害啊，这边还踩着象啊，手段很多。红方选择落象，意思是如果你选择啊这个上马，他这里可能就弃个车给你啊。那么这儿的话，这个棋黑方也不着急，他先打马，他准备打掉马之后重炮杀你，红方肯定不能忍受啊，要往上冲。这一冲之后呀，黑方开始将军了，他的意思是在抽一将把对方车吃掉。将来这个棋啊，黑方有五个大子，而红方如果丢个车的话，那肯定是少个子啊，而且这个棋啊车还出不去，显得憋屈一些。实际上他就不肯了，他就想我放个中车啊，你要是抽我车的话，我这个棋啊将来可以霸王车，或者是啊弃车砍炮，这样的话进行一个反击。那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对方下出了马四进六，表面看似你可以踩车，但是这里窝草马是一个杀招，这个其实非常凶狠的。红方只能平炮先解杀，到这儿也是希望你跟他做一个交换。现在黑方不但不换，突然之间呀又下出一步神来之笔啊，关键时候他弃炮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把象给打了，把你象给引回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棋主要是为了上马，你不是不让他卧槽吗？他现在踩炮要挂角呀，这棋啊太犀利。红方一看这个架势啊，也不能再躲闪了，因为你躲闪的话，他现在车五进二直接杀你，那就算你踩掉这个车也没用呀，他跳跃将你马在中间动不了，被牵住了啊，所以你车马不能动，踩掉车直接杀了。红方唯一的这个手段只能是进车啊，看着炮解围，你踩掉我一吃，这个棋可占。关键是黑方这个棋啊走得真够狠的，他又走出一步神来之笔，巨五进一啊，这棋走得确实气人呀。走到这里啊，王丽娜都想掀桌子了，这没办法呀，他挡住你一吃了也没用，跟刚才一样，他一个炮牵一两个车，硬踩炮杀你，这棋确实是痛苦啊。红方做了最后的手段，也就是我回马吧，你踩掉我踩了算了。结果对上啊走了一步炮五进二，此招一出呀，红方瞬间就崩溃了啊，直接啊就气得掀桌子了。因为这棋你实在没法下了，那看着你吃车都不行，你踩炮都不行，人家硬踩你炮杀你，你要是敢走这个招法，好，他车五进一杀你，所以这个棋根本就没法解。所以黑方这个弃车手段太犀利，红方贪吃了一个车，导致自己啊被对方活活围死，这棋啊气得掀桌子了。